深度还原买球杆的三种人，计较型。呀，嘉哥，哎，来了，OK。啊，我看看我刚才看的杆。哎，我找出来了，在这放着。这是说，你试上看，我看这杆怎么回事儿。哎呀，给个硬的话，你这预算这杆是性价比最高的了。这皮头有点硬。硬，那我送你一个吧。你送你也别送我一个了，哥，我来这么多回了，你就研究研究，你送我一个，完了你再给我带啥了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那盒子，这三刀盒子你也给我带一个，50斤的是吧？完了加上把你也给我带俩，好不好？完了老弟也不跟你磨叽了，你商量商量。来，老爷上这边服务啥呢？不是那个啥，这都不会。强行要画面型。呀，帅哥，哎，来老弟啊，我看看那个球杆啊，看什么球杆？我看高端款的都有啥呀？啊，这里有。这都多少钱？野豹的高端，天空的高端，多少钱呢？这个野豹4.26，然后价14400。一万多的这杆？对对对，100多处相见，你看看。不能便宜啊！这是全国统一售价。我跟你家老板都哥们儿多少年了，哦，那这么的，兄弟，啊，我给你带一个三头最好的盒子，再送你一个通杆。你这杆我要给他打电话都不能要钱，找人都得给我送家去，我就不愿意扯那个。哦，你就这么的吧，你给我拿个小盒子，完了我拿回家我试两天，这杆要适合我的话，我就划卡，我就过来取来，行不行？我过来给你送钱来，好不好？这么的，兄弟，食堂开饭了，咱俩先吃点饭。几个菜啊？六个菜呢？低调豪爽型。你好，啊，人员有吗？哎，有。花坛有没有啊？有鲜花。哪个人是啊？哎，对对。多少钱呢？哎，你看一眼，咱们38800是不是？38800。对对对。你剩下的给我上车上取，你给我装起来吧，装起来。要了，给我上车上取去，走。啊，行。快手。拥抱每一种生活。